音乐真的是一种艺术，没有，而艺术是不能勉强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在走廊练唱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过来拍拍我肩膀，他说：“哎，你知道你唱歌不好听吗？”导播，是导播。你知道你唱歌不好听吗？导播就是一个说实话，导播我们都知道，不用你告诉我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他的邻居也都知道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观众想说扫描 QR code， 怎么样？可不可以透过 QR code 跟我们说，拜托汉典露露不要再唱了？拿得起吗？没办法，我们还是想唱，我们要唱。